中国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，通常简称为央视春晚，是央视在每年农历除夕晚上为庆祝农历新年而直播的综艺晚会。1983年，首届春节联欢晚会在央视一套播出。春晚在演出规模、演员阵容、播出时长和观众收视率上，一共创下了世界综艺晚会三项世界之最：一、收视率最高；二、播出时间最长；三、演员最多。2018年的春晚将于2018年2月15日北京时间晚八时播出，内容包含歌舞、戏曲、小品、相声等，节目时间持续四小时左右，最后以《难忘今宵》合唱结束。中国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。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，通常简称为央视春晚，通常称简称央视春晚，是央视在每年农历除夕晚上为庆祝农历新年而直播的综艺晚会。央视农历除夕庆祝而直播综艺晚会。1983年首届春节联欢晚会在央视一套播出。届首届春节联欢晚会，央视套播出。春晚在演出规模、演员阵容、播出时长和观众收视率上，春晚演出规模、演员阵容、播出时长、观众收视率，一共创下了世界综艺晚会三项世界之最。创下综艺晚会项之一，收视率最高；二，播出时间最长；三，演员最多。收视率播出演员。2018年的春晚将于2018年2月15日北京时间晚八时播出。春晚播出内容包含歌舞、戏曲、小品、相声等。内容包含戏曲、小品、
相声等。节目时间持续四小时左右。持续左右。最后以难忘今宵合唱结束。以难忘宵合唱通常称除夕庆祝套